一个嘛会通，生意若够拢好参详，那就一定都好酒量。有缘千里会来相逢，无缘对面也无话讲，管他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，有好康的爱惜够。阿苏红爸爸，啊，真刚刚那几个送家呀？嗯，哦，这人约黄昏后，月上柳枝头。头家娘，你要看小心哦。哎，金姐，我照你讲，我当总经理，今年再要去当首长，拜托你莫破坏我的名声，我的公司。头家啊，跟你滚双笑的啦，你慢慢哈尔紧张，莫紧张的。哎，无啊无啊，哎，老高啊。哦，汤水你喷到你那种破盘公公啊，你要倒呀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要来去公司啊，四界行行巡巡的。嗯，啊，无我这当处长在咧，在咧做计工呢。你要公司？先生，啊，即摆几点？你知影无哈？无啦，人个当处长啊，拢嘛是要等要下班的进程我才去。嗯，啊，若准时去上班，我变职员啊，我哪有成当处长啦？你，对，啊，对，你死啦，对，你别一看好笑啦。人迄吼。公司的董事长拢安尼应酬较济，啊较无闲，啊若常常吼，踮咧公司就无闲啊，无闲会用个啦，啊应酬哦，免讲。敢那迄句言谈讲，言。哎，我这个董事长敢做假呢，啊？小姐娘啊，听讲哦，公司啊，查某职员哦，一个比一个较水呢。哎，啊，你哪会知啦？我就听遐工人咧学我啊，讲哦，规身有够有眼光的啊，足好善良的。哦，敢有影呀？啊，当然嘛有影，我敢捌黑白讲话哦。哼，那安尼就好啊，安尼有食生影有好。啥物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唔好啊啦。哎，金姐啊，当你是搁咧反对啥物啦？啥物我咧反对，是你咧反对啦！哎，你无想看吗？迄头家哦，即摆逐工拢会去公司安尼顺顺捞捞的，啊，若去哦，顺到一个伊喜欢的，安尼你敢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我有影吼，金鸡啊！啊，你袂啊吼，对你后边吼去探看卖啊咧，对吼，啊，我出叫袂记，是，遵命，一切就。包在我的身上啊！啊！哥，你搞搬瓜去啊？有影？你好，出来公司啊，行行顺顺的，啊无踮个厝内面哦，哇，骨头拢准备新鲜。哎，爸，以后你若感觉无聊，你就较常来公司行行啦。哎，坤兴啊，你这代志办煞，还佫有甚物代志？那有甚物代志？我这代志办煞，就要甲你回去啊。啊，今仔无要去应酬哦。应酬？甚物应酬啊？啉烧酒啊！啊，看要去酒家无？啊，敢无？无啦！阿爸，咱这间公司是咧卖米呢，你当作咱咧开酒家哦？
哦，迄个逐工咧陪人客啉烧酒的。啊，无彩，我今仔穿甲遮尼漂便，唉。变流动款，哎，二姐，啊，这间咱厝，爸，这间咱厝无唔对啦，你袂记啊？妈，伊以前是学空手道的高手。林生啊，做无你的代志，你食饭。我有淡薄仔代志要甲恁爸讲一下。不，你今仔那服装打扮，你是不是要去重现江湖？哼，我唔得，去让你要的，我不但要重现江湖，而且吼，我要大开杀戒。太太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嗯，你若歹相信，我用个登天酒抓。哼，别咧烧酒抓啦。哎，证据吼已经拢足充分啊呢，你也敢要辩解啊？金鸡啊！讲给伊听，给伊心口靠好。是，当个娘。老家啊，这摆免变啊啦，谁叫你牛脚锁出来，拄好叫我金鸡亲目睭看到你。你讲去公司巡啊，哎呦，看到你两对目睭安尼色眯眯，抓迄个新来迄个查某职员安尼金金笑，哦，跟那迄个老猪哥咧笑笑，人个嫩豆腐。头家啊，迄时我甲这头家娘无在场呢，啊那无哦，哈，看到有你迄个形哦，气得死哦。你讲啥？是吧？你讲，他死。哎呦，哎，恁母卡学的名叫是啥物代志？原来就这款代志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唔能够乌白讲哦。我当堂顶面代表兼董事长，你若乌白讲哦，我就告你安尼妨害名誉。哎，太太。我甲你讲正经，这完全是误会，我是冤枉的。嗯，我嘛是冤枉的，头家娘，我真的是亲眼睛看到，我若是乌白讲，我会予你讲空信。哎呦，讲你哪咧？你那人哦，怎样咧？当怎？我相信你。太惨啦！你相信你，你无相信我。嗯。我当堂是一个店面代表兼董事长，我清清白白、正正当当。嗯。我哪会去吃人的豆腐啊？人若歹来吃我的豆腐，都袂歹啦。我是讲正经的。听你教你乱背啦！啊，太太，你一向哦判断力是足好的人哦，你莫听我讲的，你若歹相信哦，我叫坤生啊来讲给你听，我真正吼替你找对象，替你找新娘，我用心良苦呢，冤枉的啦，真正冤枉的。好，小等呢，金鸡啊，我叫坤生啊出来，和白仔仔对峙吼，啊那无哦，恁祖母今仔日哦绝对无放你干休的，我跟你讲。哼，金先生，别叫啦。妈，哈，您拄则咧讲话，我拢有听的啦。嗯，阿爸伊确实是甲我找对象啦，你莫冤枉伊。你莫对，甲你讲，你莫相信，我就讲我无骗你，要当堂的店面代表兼董事长哦，敢在做假是啦？啊，怎样？你免想要选，好，我予你害甲清心一挂，我一定要报这鸟鼠妖冤。你，安怎？我实在有够衰啦！无彩我金鸡哦，对因丈家安尼遐尼啊忠心，搁遮尼啊贤惠，啊！人咧讲哦，做人的媳妇都真艰苦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吼，你爸今仔日就够惊去哦，去拄到迄平常时比你爸搁较当生的白菜呀！你知哦？哎呦，讲到白菜，今仔海两王烧水了。免费送我这的菜啦，哈！伊讲吼，这菜也卖袂起哦，啊，烂就拍算咧，全拢送我。这下恁爸佫省了两三工的菜钱啊！你讲，你讲，吼，这内面哦，还佫你上爱食金杯啦，哈！啊，这啊，吼，你讲这白菜啦，啊，还佫有这菜。无法收咧，美瑶啊，啊无你到底是啥物代志呐？安尼一口敢若煮人呢哈？哎呦啊，无法收啦，为什么煮人？啊，我是喏，
学较有气质淡薄啊，啊，袂甲你一支长一支短啊，你啊咧烦恼。好佳哉，佫会开嘴讲话，害你爸咧烦恼，一个喙手阿嘛拍干去啊！嗯，你有啥物病啊？哎呦，阿边个阿官寄来了？哎呀，阿边个讲的？你看，你看，咱阿官讲伊踮美国生活，阁过了真好。阿公即摆咧出门讲话哦，拢甲阿斗老英文呢，阁何况咧下下叫了。知啦，看了伊啊，你即摆看已经暗薄啊，二七月啊。好啊，美娇，那看你安尼面油面干，哎、欸，咱恁小妹为美国写白单，这是欢喜的代志了。啊，你若急甲查一个不阿面的安尼。嗯，欢喜是欢喜的，阿官即卖伫天堂的快乐，我在人间的受苦。而且哦，我刷落去哦，阿我面对一个哦，足残酷、足无情的现实。啊，叫人免阿笑会出来。我，你要啊？无你到底是拄到啥物大问题？啊，甘愿花旦唔做，要做苦旦啊！甲你讲也无效啊，咱两个哦代沟，我若讲出来，你嘛是袂了解。唉，看破，倒来去摇囡仔较实在，来唱摇囝歌给阮莹莹听。真好气呢！上一昨迄个地破掉，今日随着身上阿穿，安尼哦，阮逐工嘛要着惊迄个终于弄掉，安尼阮是身上阿穿。总经理，多谢你的好意送我这束衫，要唔过我袂用接受的。这束衫我唔是要送你。我是要陪你的，昨把你的衫裤用垃圾，实在真失礼。我已经有讲过啊，衫垃圾我洗洗就好啊。这束衫你会用摕去送给别人。你免阁再讲了，衫我既然已经买回来，就无可能阁摕去替用人。你摕当试穿看嘛，若袂合，还阁会当摕去换。要无，这束衫算我买的好啊，请总经理扣我一个月薪水。算我寂寞的暗影，阮台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有好。来，你尝。好，谢谢。喂。你敢捌一个金三爷这个人？金三爷死真久啊呢，咱因后生甲早看嘛唔知，看多看嘛唔知，真歹找。小蛋，小姐，啊你拄则咧讲迄个金三爷啊？我刚才没听到，真是的呀！我无骗你啊，我着在地人，我叫做江福清。我会去替探听，若有消息哦，我随通知你。你唔通留一个电话给我，我唔则通甲你联络。
小心，小心，我随便拍你。三桂啊，入去身躯洗洗，小等阿兄带你来应酬。妈，我无爱去，你带我去应酬，迄饮酒的酒醉呢？啊去哦，饮酒醉阿母阿妈呢，煞起金鸟到啰嗦的，拢会甲杂杂念。我无啊，我要踮遮猛拍虎神较好耍。三桂啊，你听阿兄讲啦，你即摆已经是厂长啊呢，啊你搁踮区遐拍虎神，安尼要哪会看一啦？你听阿兄的话啦，阿兄小等带你来应酬，妈绝对袂骂你啦。咱即摆经咧做生意啊，对不对？迄应酬哦，拢是免不了的啦。你来去吼，加减啊学歌。以后阿兄若无闲的时阵，你家己唔只有法度应付。安尼我知影，知影你是讲带我去应酬。啊，等我拢会晓的时阵吼，我得当脱离了金鸡的苦海，对无？嘿嘿，食好食好，等我，我找点仙姑水出来哈。哎呀，哦，三桂，你哪能讲弄的啦？害人哦，敢那去安尼，颠颠着，哦，忙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少的，我来加烦的。我讲我即摆无时间咯，我要甲阮团仔办正经的代志，我无爱甲你担当办高家会啊，你听好无？走走走走走。受不了的苦，俺查某囝哟，来食饭哦。啊，美女啊，来食饭来食饭。哎，长胖，哎，我美容的呀，唔爱。哦，讲到这美容啊，愈来愈唔是款的哈。我安尼大细声甲你话，你若讲不爱甲应一个欢，你嘛甲应一下定。哎，敢讲都爱恁爸安尼生气起来，举扁担来甲你吼，啊，甲你请落食饭，你才买啊？美容啊！行啦，你是咧叫门口叫叫安尼，啊，人想讲哦，啊，今仔着要欠钱，等下歪食哩，安尼一直叫，讲甲你哦，伤过好命啦，三顿甲你宽便便啦，啊，啊，佫你袂满意哦，无着我佫甲你饲，是毋是哈？唔免啦，人也无讲爱你饲啊啦，对无？啊，我也无嫌你啊啦。讲正经的哦，我即摆才知影讲哦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阿爸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你是足疼我。总算讲哦，你安尼有一点仔良心啦，安尼一头才是颠倒拜啊，安尼阿拜我就会较疼你啦。啊，来，食饭，食饭啦。我爱食，你家食。啊，无你无爱食饭，你平安先甲通知一声哟，啊。你害我踮灶脚安尼炒来炒去炒几下盘，你才甲我买食。哎，无敢食是讲咱阿咧边仔囝有代沟啊？歹势啦，啊我嘛才喊你几时一摆啊安尼食袂落去尔，对无？我拄仔伫咧房间哦，一直想啦，我想足侪代志，所以哦，我想到尾啊吼，我决定为了我后半娘歹做人吼，我决定要牺牲，反正来甲阮大家住。会晓安尼想是好啦。你无听人你讲做人的心腹啊啊，要捧这个饭碗都爱较乖巧的哦，卖甲安尼大家应嘴应舌一句来一句去，人讲话都爱听，知啊唔知？我知啦，为滴吼，为着阮本娘的幸福吼，我会忍耐啦，我会做一个吼得人疼的心腹啦。嗯，安尼就对了。来来，食饭食饭。你家己慢慢仔食，我起来楼顶。行李款款，咦，也无讲物仔，真是一头咧颠倒摆啊！我看我美容那突然间改变遮多啊！嘿，嘿，真是物仔要改变啊！哈哈，含笑啊，这就是咱的宝贝查某囝啦，久我啦会改啦！哈哈，来，大家干杯！哈哈。算我寂寞的暗天上，管他伊什么动荡，困难都互相。
好心的啦，赶紧吃啦，你要做生意啦。那，阮三姑也无转来，我吃袂落啊。啊，你不是讲三姑爷甲坤生啊做伙出去，袂好着啦？三姑爷甲坤生啊做伙出去，是去倒位啊？我本来在接下班哦，啊，坤生啊就招三姑爷出去啊，啊，两个安尼吃不出出，我想哦，一定去伊落酒家啦，伊落唔食所在去应酬。啊！伊两个走去酒家应酬啊？人去酒家，你笑什么？无啦，过。那你的空啊，我知知的啦，点去啦？金鸡啊，好啊啦！查甫人吼，做事业应酬吼，永远拢嘛有诶，一半顿啊无顿来食吼，素常的代志啦。啊，像恁头家就好啦。伊毋是常常安无顿来食饭，恁嘛甲我讲啥物咧应酬咯，啊啥物啥米粉下巴咯，我吼是安尼哦，拢顾着这个家吼，规天把这放客客啦。啊，无哦，早着离远去啊，有通留我亲妈歇。拜托个啦，某个。啊，你卡袂着讲代志，拢讲对我遮啦。我当当一个店面代表兼董事长呢。拜托面子小家讲。先生，你以后吼来甲我较安分守己俩，我着袂讲你。哼。啊，歹食。坤生啊，无采我呢，遐尼疼伊，爱要去酒家，讲敢招三鬼啊去尔，讲无甲我通知者，啊，即款个囡仔我免来疼入心啦。我堂堂店面代表，佮兼当所长呢，啊，迄款酒家我无去，免来看诶，对无？赵总诶啊，虽然咱头一届合作吼，啊，毋过你诶名声伫咱食品界吼，已经足轰动诶啊呢。系啊。我建议啦，希望咱的合作做顺顺的，啊，大家拢成功啦。系啊，来来，做个事。等等的，你这么豪爽，我前头拍摄讲我酒袂啉，这杯应该是我敬啉才对。多谢你看我的气，肯跟我合作。来，同齐来，好哒，来啉啦。剩我寂寞在暗边。